马德莲粉，汉培乌龙茶风味。准备材料有：玉拌粉500克，全蛋液250克，无盐奶油300克，水就15到105克。此影片示范水量为95克。将奶油融化，微波或隔水加热。将全蛋液、水、玉拌粉与融化奶油温度不超过60°C， 放入搅拌当中。以球形搅拌器慢速搅拌10秒后，挖缸。在中速搅拌30秒至5颗粒状，将面糊装入挤花袋中，建议烤模涂抹一层食用油后。再挤入面糊约22克，请视烤模大小调整。烤焙上下火200°C， 12分钟。判断油无烤熟，可以用竹签插入中心，竹签无沾附面糊即可出炉。马德莲出炉时成品松软，不易挑起，可以先用电扇吹1分钟后再脱模。脱模时需小心，成品还温热时容易压扁变形。注意事项，请先以最低加水量测试，若搅拌完太稠可再加水搅拌。面糊若为太稀不易操作，可先静置30至1小时，或冷藏30分钟，面糊会逐渐变稠，使用时再搅拌一下中部挤花袋即可。